客官好眼力，这是红豆簪子，是广东的式样。嗯？咦？童儿，你去哪儿？外面正下雨。娘，我去看六娘。早点回来。六娘，六娘，哎，小秀才，汝来这里做甚呢？给你看个好东西。 何等好物，且呈上来。呆呆的，不吃了，快上来。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这不是红豆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 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，这是王维诗里的红豆，你没听过王维的《相思》吗？嗯，小秀才，那你背得出吗？哼，怎的不能？那你背一个给我听，背不出打手心。好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。 过了，给你个好东西，算是昨天的回礼。啊！哦，哎呀，哎，先生打你了。嗯。张嘴。啊！啊！呀！
走，快去看看，这是大喜事啊！是啊，真是门当户对。可不是。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好嘞，赶紧送进去啊！好，知道知道了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！保重，一路平安。